周深，快来！啊，干啥？这仨人，仨人来干啥来了？啊，干啥？这仨人，仨人来干啥来了？快来帮我！我不死，我不死，我不死！杀杀一个走！大子，大，走走走，上！我摁住他，我摁住他，上！摁住他！啊！金生，上啊！摁住！金生，快，不上了！快，周深，摁住他手！摁住他手！什么情况？谁？摁住他手！谁？周深死！摁住他手！周深死！死！我周深！周深死！周深死！死！死！周深死！周深死！死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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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天哪！救命！救命啊！哎呀妈！哎呀妈！大大，你在撕沙哥之前，你已经被白鹿撕掉了。啊，那我这个算周深撕的吧？不是，这个是先 out， 所以沙哥先贴回去。哎呀妈！靠！哎呦！宝贝，白梦妍绝交。我马上来陪你啊！我马上来陪你看。我发现他们不选红的了。谁说没选红？白鹿不也是你们认定的红色吗？他们没有认定我，我就是因为我的身份一直没有被他们认定，所以你才带我进去的。对呀，验完你了以后，你也是 Joker 啊。我不是 Joker。那你为什么选呀？因为红灰色马上要到了，你不可能是红的。对。要不也是 Joker。对。原来这就是范丞丞，原来这就是范丞丞的目的啊！他带我进去，他想污我。他想污你，结果你出了 Joker。对呀、啊，你不是明着让他污吗？所以我说，我刚出来的时候，觉得我意识到我好像选错了，但是我选哪个都一样啊。你明白吗？哦，等一下 ，Joker 要带一个人是不是？哇哇，你会加一个人？我不是 Joker， 我真不是 Joker。 现在白鹿特别像以前的我。白鹿肯定是 Joker。 周深啊，披着羊皮的狼。喂，快跑，杀鹿，杀鹿，杀鹿，走，杀鹿。你来我家。我逃命，我逃命，我逃命！贱愣渣，给他一脚白鹿！我逃命、啊！我想给他蹬下去！蹬一下！蹬一下！哎呀，蹬一下！不用石化了是吧？哟，完了，完了！先从程程开始啊。等一下，来准备。只想到一个。三二一，李荣浩。三二一，李荣浩。三二一，李谷一。三二一，李荣浩。三二一，李双江。三二一，李诞。三二一，李春波。三二一，李荣浩。三二一，李谷一。三二一，李谷一。三二一，李双江。三二一，李荣浩。三二一，李春波。三二一，李谷一。三二一，李荣浩。三二一。李白，李白，好，题目到。为什么只有李谷一和李荣浩呀？有好多，你们都不认真。你给我讲一个李姓李的歌手，来，姓李的歌手，三二一，三二一，李克勤，三二一，李荣浩，三二一，李谷一。你也就是仨，有好多。李宇春，李宇春，李宇春，李健，李健，李克勤，李宗盛，哦，李宗盛就是，李圣杰，李玟，
李玉刚，李玉刚，李玉刚，李九哲。哦，好多啊。不是，这个游戏是这样的，你不能想，你想你还要看他在指谁。你现在还敢教别人，就你玩成这样，你就只答了个李荣浩。来吧啊，郭虎，我的导演想咱的了啊，来过去了，过去了啊，来，白鹿永远做别人卷子特别厉害，来，怎么这还没到我们就给我笑我们的题？好，请看题。程程是人吗？还不深思了。他是人吗？他肯定是人。走，看一下二对二。小心把周深能弄过来，帮我。什么意思？没有没有，我们只是走，只是走过。看着我们虎视眈眈的，咋的？咋的？什么意思？你俩是人是鬼啊？这么多人，你觉得还能？你觉得还能有鬼吗？还能有鬼吗？都是人了，对吧？对啊，都是人了，怎么会还会有镜中人？你小心点。石虎子，赶紧快点结束吧，深深上次的仇。是不是有点太激烈了？走走走，我们要撤。你高兴得太早了。还给我换衣服，帮我。我就是为了深深，让深深变成主。看我的眼睛，呸。那儿又撕了一个，我刚才就多余在那个竞技比赛的时候对你手下留情啊，琪姐，我 out 了吗？吉克隽逸 out， 吉克隽逸 out， 白鹿，我去保护白鹿。什么？你还帮着保护？你们俩谁能撕我呀？你们俩现在谁能撕我？不是你，你还敢来？你还敢来？你没完了！气死我了！怒火攻心了，我有点刚才。白鹿，白鹿。对你的新朋友好一点，白鹿，好吧，白鹿，对你的新朋友好一点，好吧，竹山，白鹿，等会儿，你，走，小心，小心。哎呦！又来一对二，又来一对，又来。我是人，我是人。好喜欢鲸这样的生物，充满了年轻的活力，有肢体的碰撞，激情四射，充满了体育的魅力。四年才就能改变。周深，
我们三个联合，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们三个结盟？最后你撕我俩呀、啊？我不必。反正怎么撕，都是咱们三个一直在撕。对，有没有？有没有这种可能？我们一起先把他变成。上面那是谁？他们是我可以变成人的机会。那谁呀？那不是 NPC。对，你不懂。什么？还有这种隐藏规则？你好。现在场上已经有六位成员转变成人。哎，放火！大强子，张一山应该是人。起下。留着！快点，快点！现在要赢，只有先疯狂的淘汰人。因为最终只有一个人才能打碎这面魔镜。对于身份是人的成员来说，你要尽量淘汰身份是人的其他成员，努力让自己成为场上唯一的人。我不能输！我是人！先把周成给弄了。周深 out， 深深是我没有保护好你，你们不行，得给我腾一地儿，这我实在没地儿，这不没地儿下脚了吗？等一下，凯哥你要等什么？等我，你等下一个天亮吗？你等我调整一下。你要调整什么凯哥你们四个在要往哪儿调整？因为我们的脸太近了。我从没跟几个男人这么近距离。等一下来对不起进来。往哪儿进啊哥？踩呀，找个地儿踩呀。我要往里点，别踩我脚。喂，凯哥，你得开口。来，我撤一点，行吗？有没有口？有口。你别扒拉我。这边要倒。上。不行，别动，你俩别动啊！你走。完了，这个寓意非常不好啊！要倒了。来了。我可以放弃吗？调整气息。这里的空气太热了。谁吃大蒜了？不可能。白龙哥，我觉得你能不能一下刮就吸在他们身上？你挂成了脖子上。挂脖子。你挂他的后背上能不能？加油！1、2、3、4、3、2、1。强哥也太厉害了吧！别往前走！抓我脚！抓我裤子！对，尝尝！哎，你给我稍挪一点。老沙，你别来了，直接来白鹿吧。白鹿来！快来！白鹿，快来！快来！坐不住了，快点！白鹿，快来！啊！
要走，我要走。快点！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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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打车了，受不住了！快点！喂，程程，别捏我胸啊！谁捏我胸啊？总算亮亮程程。沙溢哥，你怎么能把头发玩得这么湿啊？大哥，有一种回到了乡下的感觉。你俩是现在是两个鸡，一个落汤鸡，扇另一只鸡。一个落汤鸡还在扇鸡，鸡哥下山了，鸡哥都走了。沙哥这个头，沙哥这个照抓鸡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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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有一个贡茶，没事，我要这个贡茶就行。我给你撒点东西呗。好，谢谢。我背着装满渴望的行囊。好嘞，谢谢。寻觅抛开属城的地方。他刚说了，你们都有问题。请听题：回头是岸，岸是头回。啊！往下一二。回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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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了来了，哇这么重啊，目瞪口呆，呆头呆头呆脑，呆口瞪目，呆三二一，好重，达拉崩巴，达拉崩巴。什么玩意儿？大大蹦吧蹦吧，来吧！好，大大蹦吧蹦吧，好，大大蹦吧蹦吧，满的比普多比二。来来来，走！啊！不，黄果树瀑布。不不，果树黄。啊，不果树不黄，管它黄不黄。十五秒还没到，过，金鸡独立，金鸡独立，立立立鸡，戒毒鸡精，三二一，你要的全拿走，哇，越来越难，走拿全的要你，哇，很白的。你以后叫陆白吧你。啊！黄鼠狼给鸡拜年。啊！鸡年年拜鸡，年拜鸡给老鼠黄。你这么厉害，你以后叫深州。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牙象出不土里嘴狗，陆白，哇，陆白太厉害了！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哇，输吧输吧，我这，啊，开始！辞无患何罪之加狱？这么厉害？神州，你太厉害了！江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。Oh my god！这愿钩钓鱼，钓钩钓鱼，太江。哇！色彩遇到冰，有理说不清。真的有理说不清啊！不说理有冰道玉台秀。你看看他俩，咋玩这游戏？一个深州，一个陆白。我们想放弃了。哑巴吃黄连，有苦说不出。黄榴莲，黄连，你连我，心连心，我和你说苦有地球天。
像周深这样的应该拔得蜜蜂，真的。来吧，决战吧！这其实说实话就是白鹿跟周深的决战。白鹿和周深，那我们俩有什么关系？我们四个只是推球呢，还不如给我们换上一黄衣服，写着裁判呢。接下来进行决赛，决赛的题目会继续升级。我们会出一道问题，你们要给出答案，但是答案要倒着说。总时间3分钟，最终时间到了，球在哪一队爆炸，那么哪一队就失败。这样吧，周深白鹿弄球，我们四个打。行，同意，我们四个打。我有点受不了了，我老当苦力，我觉得我也该动动脑子了，好吧？可以啊，可以、啊。可以，白鹿同意了。你们那儿出发。来吧，周深自己担着吧。周深，你推一个。周深，你推一个。你现在感觉像李元霸举那石狮子的感觉，李元霸举那石狮子的感觉。球没动。算了，还是周深答吧，周深答吧。请听题，床前明月光的下一句是双上帝是宜。三二一，走你！你推谁呢？周深推我。目前在热播的白鹿电视剧名是什么？明镜月长。啊，太简单了，他们的题。对啊。俩哥哥真有劲儿，哎呦喂！这俩真的是完美的组合。他俩身高一样，那边是个 WiFi， 你知道吗？差不多了吧？你们仨多少有一点夸张，我觉得。很重，很重。请拼写 welcome 这个单词。哇 ！Welcome。E-M-O-C-L-E-W 三回来了，回去了。1993年由陈凯歌导演的哪部电影获得了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？鸡王别霸。走你，我感觉力气不够啊，没事没过来。哎呀，真没劲儿了。这个就够吧，他们愿意。还剩1分钟，103.1加100等于103.1加100，203.1，1.30，周震快不快？1.30，得过去的时间。三，完了，仨人都推不过去。You jump, I jump。是哪部电影的经典台词？浩克，你惨态。三二一，走你！没用没过来。你劲儿吧，咱仨这劲儿啊！继续答题，继续答题。子母手中线的下一句是：衣上身子由。快点，快点！扎扎扎！这身高飞。终于。还剩15秒，沙溢在《武林外传》中的经典武功是什么？葵花点穴手。手穴点花魁。要爆了，小心！三，不是吧？不是吧？陆白，你要我们的命，陆白！啊！啊！我对不起你。周深，你们这个队伍输了，完全不怪你，也不怪他们，怪我们，怪我们，确实力不如人。哇！哦，橄榄球，这好东西，这是好的，这好的。一二三。求求了，10号。
我不想加班了，爬了一天了，我真的累了。别告诉我是安慕希，我也疯了。安慕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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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慕希。哎呦！哦，不错不错不错。我走了啊，我开始了啊。贵阳，下期见。贵阳，下期见。走你！双双的贵阳，感受着你的气息。我不想加班了，一共就这么大缝，多一行一厘米都过不去，想打一个打不着都难。好啊，那结果也出来了。不是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啊！这是干啥呢？我的天，这是个什么东西？大锤！哇塞，是实的，实心的。危险信号，在倒计时结束前答对问题，可以将大球推给对方。计时结束时，大球会爆炸。啊！大球在哪边爆炸，则该队失败。两队两队进行比拼，我会出一道题目，你要把它倒着告诉我。比如说一心一意，倒着说就是一意一心。等会儿你刚才那个答案是不是都错了？一心一意倒过来念是一心一。你都对呀、啊，你也没念清楚啊！你这质问别人，你肯定不是他说的、那个。你这质问干什么？先请棕队和绿队出战。队长要不要考虑在中间？我可能碰不到球啊。你就考虑我俩推，这不亲，你去那边，你去那边。喂，啊，还那还行，还好，还可以。请听题，回头是岸，按时投回。啊！往下一、二、三，回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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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了，来了，哇，这么重啊！目瞪口呆。呆头呆脑，呆口瞪目，3、2、1，好重！达拉崩巴，达拉崩巴，什么玩意儿？达拉崩巴，达拉崩巴，崩巴来吧！达拉崩巴。大老板，大老板的比普多比二。来来来来，走走。啊！不，黄果树瀑布。哇！不果树黄。啊，不果树不黄，管它黄不黄。15秒还没到。不树不黄。不不不不不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等一下。金鸡独立，金鸡独立，立鸡，立鸡，猎毒鸡精。3、2、1，耶！你要的全拿走。哦，哇，越来越难。走拿全的要你。哇塞，白了，你以后叫陆白吧你。啊！黄鼠狼给鸡拜年。啊！给老鼠黄，这么厉害！你以后叫深州。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，牙象出不吐里嘴狗。陆白，哇，陆白太厉害了！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哇，输吧输吧，我死。死无患何。
醉之佳玉，这么厉害？神州，你太厉害了！江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。Oh my god！ 钩上者愿钩钓鱼，钓钩钓鱼。太江。哇！色彩遇到冰，有理说不清。真的有理说不清啊！不说理有，冰到玉台秀。你看看他俩咋玩这游戏，一个深州一个陆白，我们想放弃了。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，黄榴莲黄连你连我心连心，我和你说苦有地球连连心，要靠彼此的真心。不是像周深这样的应该拔的蜜蜂，真的。这一局获胜的队伍是东队，接下来是绿队和粉队进行对决。那个白露，咱分配一下，你就专门去说，我俩或者举，你别在这儿了，你就站在这儿跟人播报，你完了。好好好，我们俩的脑子都比不过陆白的一个脑子。请两队准备，落叶归根。根归叶落，根归叶落。让我试一下，让我试一下。你别管，你别管，让我试。好好，来。哦，没有，没有，过不来了，过不来了。哇，停那儿了。立住了，漂亮。哦。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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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我拔苗助长，长树苗拔，苗拔。西林那一高，高一那林夕，爽爽的贵阳，杨贵爽，爽爽贵的爽爽。乌拉那拉氏，乌拉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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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，哎呀，好厉害！稍息立正，站好，好站，稍息立正，站好，立正稍息站好，好站好立正，稍息，稍息立正，稍息立正站好，立正。我好看出来这绿队稍息立正站好，好在正立喜伤这啊，恭喜绿队胜出。有凉的吗？凉气儿不是烫的 MC 了，今天是凉的。我们马上就要进行最后的决赛，我们其他的成员如果累了的话，也可以品尝一下我们全新升级的 MC 酸奶。 MC 的经典原味升级了配方，不但配料表更简单，带来了更顺滑的口感，能感受到奶香很浓，唤醒美味，一起 MC 来吧，决战吧。这其实说实话就是白鹿跟周深的决战。白鹿和周深，那我们俩有什么关系？我们四个只是推球的，还不如给我们换上一黄衣服，写着裁判呢。接下来进行决赛，决赛的题目会继续升级。我们会出一道问题，你们要给出答案，但是答案要倒着说。总时间3分钟，最终时间到了，球在哪一队爆炸，那么哪一队就失败。这样吧，周深白鹿弄球，我们四个打。行行，同意，我们四个打。我有点受不了了，我老当苦力，我觉得我也该动动脑子了，好吗？可以啊，可以、啊。可以，白鹿同意了。你们在这出发。来吧，周深自己担着吧。周深，你推一个。周深，你推一个。你这感觉像李元霸举那石狮子的感觉，李元霸举那石狮子的感觉。
球没断。算了，还是周深答吧，周深答吧。请听题，床前明月光的下一句是双上帝是宜。三二一，走你！你推谁呢？周深，推我。目前在热播的《白鹿》电视剧名是什么？明镜月长。啊，太简单了，他们的题。对啊。俩哥哥真有劲儿，哎呦喂！这俩真的是完美的组合。他俩身高一样，那边是个 WiFi， 你知道吗？差不多了吧？你们仨多少有一点夸张，我觉得。很重，很重。请拼写 welcome 这个单词。哇 ！Welcome。E-M-O-C-L-E-W 笨回来了，回来了。1993年由陈凯歌导演的哪部电影获得了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？鸡王别霸。走你，我感觉力气不够啊。没事，没过来。哎呀，真没劲了啊。这个就够吧，他们愿意。还剩1分钟，103.1加100等于103.1加100，203.1，203.1，1.30，就这，快快快，1.30002，得过去的时间三，完了，仨人都推不过去。You jump, I jump 是哪部电影的经典台词？浩克，你坦泰。三二一，走你！没事，没过来。你治吧，咱仨的劲儿啊！继续答题，继续答题。慈母手中线的下一句是衣上生子由。快点，快点！扎，扎，扎。终于，还剩15秒。沙溢在《武林外传》中的经典武功是什么？葵花点穴手。手穴点花魁。要爆了，小心！三，不是吧？不是吧？陆白，你要我们的命，陆白！啊！老爸！老爸！老爸！我对不起你。陆深，你们这个队伍输了，完全不怪你，也不怪他们，怪我们，确实力不如人。获胜队是绿队，第二名是棕队，第三名是粉队。你这边。行，那请各队先派出第一组出战的队员。然后哨声响起之后，不是你岁数小，你岁数小，算数快。OK， 来吧，白鹿先生，那咱还犹豫什么呢？深深你先来，我先来吧。好。妈呀，我感觉这个太快了，转的从哪儿进啊？这儿的门在这儿。吓人，你不觉得吗？嗨！他是从哪边转啊？不知道吗？哎，我这都够不着啊！我这，他的肩膀太宽了，这是我极限，真够不着。稍低一点点，糖太低啊，容易把糖打到。对，就是要挣扎一下的。OK 了啊。然后第一个喊出正确答案的成员可以得3分，每个人有2次机会啊，我们就算的是总得分，就都得抽巴掌呗。是呀、啊，好嘞。来，我们先请裁判出题目。哪边被打到会不疼一点？我先把这棉花糖解决。来，请转动。
3 2 1，啊！陈哥，啊！陈哥，这大嘴巴子扇的，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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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次都没躲过去，棉花糖也被打，脸也被打。哎呦我！我的妈！啊，真的妈呀！什么？你看你旁边。啊，有请这一轮深深积三分。哎，接下来是三位的第二轮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要不要换一下？不换了，不换了。喂，一个人不是两次吗？因为。但是我换不过来了。不换了，不换了。不换了，不换了。好，不换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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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太快了，转的从哪儿进啊？这儿的门在这儿。那个棉花糖得换一下。快心美味，一起安慕希。OK。OK。徐木老师，一会儿见。一会儿见。都跟老师见面了，老师。老师，你都吃啥了？挺多的，我给你找一找吧。你想吃哪一个？你挑。来，你吃凉面。好，咱俩吃凉面。沙哥，请说出安慕希口号。换心美味，一起安慕希。老师，你是周深的初中老师啊？高中。高中啊？对。您这么年轻啊？不年轻啊，我啊比你大。比我大？对。哎，对，一般跑男来看这个年龄，都拿我来做一个基数。多吃点。好好好，我一定多吃点。您差不多就行，因为后边还有。深深呢，上学的时候是一个很那个腼腆的一个小孩吧？安静。是不是？然后学习也很用功，是不是？嗯，还行。还行。嗯，看来成绩一般。唱歌好，歌手大赛他都是问鼎的。艺术家容不得一丝的瑕疵。我不打算走了，让他们去做游戏吧，那游戏我不想做。是不是打两下之后也就不疼了？不是，你在下面看着他这玩意儿哗哗哗从你眼睛过去了，害怕。我不打算走了。你要还带班吗？带每一个班都是从高一一直带到毕业的。
我两个儿子，学习这事儿啊，还得靠自己。辅导功课特别影响亲子关系。你就比较关心教育，对吧？哎呀，不懂教育。好，别探头了，我们要来更换题目了。来，有请裁判。来，准备，请转动。三、二、一。一。哎呦！白鹿啊！扛着上去的。这怎么用手呢？打在舌头上了，整个太好笑了。周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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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，深周，啊啊！花椒四百，花椒六十，十，谢谢。好，恭喜这局白鹿胜出三分。我是不是天生脖子短？接下来我们请各队派出第二位出战的队员。我去吧。我来吧，脖子长的。来吧，就得挨打。高低也是被打，就这么着了是吧？我知道就挨几下，跑不了的。远哥的政策就是你打吧。哥，你是直接就享受被打了吗？躲不了。来，第二局，请准备。三、二、一。那是也是一招啊。我乃金刚不坏之身，百毒不侵。管他呢，先被打再说。哇，这怎么这么快啊？啊！十四，十四，再次，不敢出，太快了，不敢出。一，一，又来，又来。哇塞，这有点太……哦，哦。你咬糖了吗？没有啊。那你要咬啊。先看题呀、啊。二十八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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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。啊，这招也算是有用，就得挨打。不行不行，这真不敢玩。好怂啊！怎么能这么怂啊？我现在有点后悔，但是我又觉得再让我去，我还是会这样。我就是看不出来那个脑袋，有点害怕。太害怕了。我去个洗手间啊，马上。行，那我回了啊。好，行。好嘞，拜拜。幸福，拜拜，拜拜。是这屋吗？啊，是这屋吗？但是你被打到之后要进去，不能一直在那边。我都让我被打了，你还管我下不下去？现在总结出新方法来了。你去哪儿了？我、哦、渴了，自己去买水去了。好吧，怕他们着急怀疑我，我先回去了。谢谢老师。好，拜拜。嗯，一会儿见。一会儿见。嗯。到谁了？我们目前大家的积分是绿队积九分，棕队积三分。粉队零分，绿队是几分？九分。沙哥已经想摆烂了。对一把是几分啊？三分。三分。
给他们了。你给谁呀？好了，那我们准备了，请裁判出题。好，来，请准备。哇，三，哇，二，妈，我不敢出去。妈，我不敢出去。我不敢出去。这是多强的咬合力呀！鱼在哪儿呢？37，正确，恭喜东贝再积三分。你们队几分了？我们6分。这把你再赢就9分了，对，跟我们平了，对。我们今天共同的目标就是要周深一次推荐官都当不上，但是如果所有人的秘密任务都完成了，不管你们队输赢，我们都会把桶里你们队的球拿掉。老师好。尚老师好。老师，老师您好。老师好。老师，老师。他们都来，一一来过了哈。我怎么过去啊？现在总结出新方法来了。你去哪儿啊？我渴了，自己去买水去了。夜煞开了，我又赶紧回去了，因为我以一个借口出来的，我说我腋下裂了，要补一下。老师，我回去了。别，叶老师，拜拜，慢慢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哦，天哪，我紧张的，老师上课。面对学生还可以，面对弟弟就不知道该说什么。3、2、1，哎呦！啊！拼了，老沙，加油，老沙！哎呀，漂亮！快看题。为什么？81，正确。草花 Q， 这是哪个呢？欢迎来到梅花 Q 的幸运花园。梅花造型形似三叶草，代表着运气和先知。在这里，要挑战的任务与运气相关。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梅花关卡的规则。各位玩家要分成两组，每一轮分别派出两人攻防交替对战。防守队将4种颜色的垫子自由放置在防守区，攻击队随机说出颜色，防守队需要根据指令来触碰垫子。攻击队的成员往防守区扔5颗球，一局结束之后，两方阵营互换，最终累计得分更多的队伍获胜。获胜队每位玩家钻石翻倍，这也是你们最后一次能赢得钻石的机会。最后一次啊！哇，完美的还把 baby 和白鹿分开了。哇，来吧！现在要麻烦大家换上我们特制的服装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好。你们想先进攻还是先防守？你们无所谓吧？
啊？那你们先防守呗，我们先进攻试一轮。不行。为什么？凭什么？你们人多，应该是你们先。那好吧，那黄队先进攻，我们蓝队防守，这样行吧？我们人多，好吧？来吧。好，你们先，你们俩先来。好。哦，他们俩是吧？好，那我们俩来。